挂的停车场是在水果卖场。这个是停车，这个是上坡。这个是红线。红线是做什么用的？是不可以停车。嗯。那箭头呢？箭头是要往上去。往上去哪边？那里没有停车位。哦。去水果的停车场，买水果停车场。那一格一格黄色的线是什么？停车格。哦，停车格哦。好。还有要分享的吗？那要说什么呢？谢谢大家，我分享完了。啊，怎么没有掌声？